这次呢，我是有买两个展品，一个是歼二十的这个模型，还有一个是直二十的模型。那其实因为我个人其实我不是军迷航迷，我不太了解。但是因为我有学生在我要过来的时候，他有问我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歼三五 A， 然后我不懂啊，然后我就去这个纪念品商店，我问现在有没有歼三五，他说现在最先进的就是歼二零跟直二零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两个，然后想做我学生的这个抽奖，然后看谁获得这个大奖。然后本来只是想买这个歼二零的，但是我看到有这个直二零，然后它有直升机这个名字，直升，然后我觉得它对于我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，我就希望这些港澳台青年，然后拿到这个直升机或者不拿到这个直升机，都可以在大陆这边学业有成啊，可以在他们事业学业都可以直升上去，